差了死吗？不可能啊！学长问你，假如你死了，多一下，你敲四下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多送一下随便啦，是要问你，假如你死了，然后你的尸体不想被人看见，为什么？假如我死了，一样也是帅，随便让人家发现，随便看。 我都无所谓，但是别人的话就要看状况。我们组之前不是有办过一个那个什么模特案吗？我们看了都替他感到脸红。要是我死都不想让人家看到。